模仿功力一流，评审傻傻分不清。我们来听听他模仿的谁最像。伍佰的《浪人情歌》。不要再想，不要再爱。冰梅要演唱的歌曲是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，王杰。不要出去不愿意。A 是写实派 ，B 就是他是漫画家。漫画家，每个人特性夸大。